各位车友，今天要介绍的是米其林打气机，然后跟小米打气机二代。那现在为大家先介绍这个米其林打气机。那米其林打气机呢，它这一台哦，线就是接12伏的车充啊，所以要购买的时候要记得，它不是里面有电池的，它是需要接12伏的电，就是车充才能做使用。那先跟大家介绍它的功能。第一个，这就是 PSI 的设定，好看大家通常打多少。那我通常都打 45, 然后它就会记忆在这个机器里面。好，然后这个呢就是灯光，好，你看它的灯光真的很亮，先关掉。好，然后这个呢是12伏的车充，好，多一个孔可以出来，所以当你插的时候你也可以延伸车充出来。塞回去，然后这个呢是 USB port 啊，所以你也可以插 USB 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启动键啊，当灌风的时候启动就是按这一颗。那这一台呢，目前我觉得是缺点，应该就是你需要插在车中，然后是需要绕来绕去。但是它的线呢，其实都是够长，轮胎的前后是都可以充得到。那优点呢，当然就是不用担心就是电池放太久会坏掉。好，这就是米其林车充的介绍。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小米打气机二代。那为什么会买二代呢？因为之前一代放在车上太久了，就造成电池故障，所以这一台的缺点我就直接跟大家讲说，就是它放太久会导致电池的故障。那建议呢，常常使用的再放在车上比较好。所以米其林跟小米打气机各有优缺点。米其林它其实不用担心说放太久电池故障的问题，因为它本身是吃12伏的电。那小米打气机因为它是独立的，所以呢，当你太久没有使用去做充气，就是做充放电的动作的话，会造成机器的故障，所以呢，我的小米打气机坏掉了，所以现在买二代。那二代也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功能，其实更为的方便啊。看它这个一样，它插上去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就是气 PSI 为多少。那它这次呢的头呢也变成 USB 的 port， 我让大家看一下。快充的 port， 所以是蛮方便的。那切换呢，其实都大同小异啦，就是哦，声音也是很大哦，有棒啊，然后 PSI 啊，那一般我们都用 PSI。所以这台的优点当然就是携带方便，然后缺点就是电池，就是车机子放太久会造成电池的故障啊。那稍后会把两台胎压从40冲到45，看谁的速度比较快，那做个评测。所以两台机器呢其实各有优缺点。好，稍后下一段影片我们就会进行就是打气的测试。谢谢各位。